来吧，老大秘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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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
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欢迎来我们今天的游戏实况，我是老皮。那我们今天有小亮、习德跟皮弟，我们四位呢要来玩一个很好玩的小游戏，你画我猜。这个是电脑版哦 ，Steam 新出的，而且这个很好玩的是，它可以自己增加词汇哦。它这个很多工作坊有没有？然后里面现在已经有日文、英文跟这个我不知道应该是德文吧。可是呢，它里面还是可以自己输入中文的，而且繁体中文都可以输入哦，很好玩，好吧？那我们今天就来玩玩看，你画我猜。我们请了四个最不会画画的。好，那我们马上来开始第一场比赛。我们要比看谁画东西能够让他猜得出来。你这怎么使？哥，不是我的题目很棒。什么东西？你们一定猜得到。好，首先我们就先画啊，先画出你自己抽到的题目，然后待会会传给别人，我会传给习德 ，PD 会传给我。好，完了。记得好好猜哈，不要乱猜哦。没有乱猜，我相信你应该猜得出来吧？这个猜不出来就，你不要猜歪呢。不会猜歪啊？怎么会猜歪嘞？记得最歪，你最歪啊！好了，我好了。我觉得这个你应该不会猜错啦，这个猜错我就觉得，哎，你什么东西？什么？这是三角啦？什么？这个角是怎样？你这是得病是不是？你为什么？你是老皮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没有。这个有点难欸，我好了，我觉得这个有点，这稍微有点难。我准备好了，等等就知道谁最雷了。等一下，我画的有点怪怪的。好好画哦，发挥你的想象力啊！传歪了就知道喽。我们看到谁最雷，好吧？好，准备好猜，这什么？这是这是什么？哈？我准备好了。那个皮先生，你到底在画什么东西？点出那个精髓、啊。我画的不错了，我觉得我画的是还蛮好猜的。好，首先是我的变。变。你画本人干嘛啦？I am seed。机车的，真是。小亮画的不错哦。老大的赛什么东西？相配吗？好了，有啦有啦，耶，冠军！我太简单了那个。信，哎、欸，很难的信，信超难的。信，那啥，你知道在画什么吗？求婚。啊，可是求婚跟信有什么关系？然后女生很幸福啊，然后那个还来不及画变图，而且那个腿还肿胀。而且这角度一模一样是怎样、啊？你们都是角度都是一样，是不是？偷看答案哦、喔？没有啊，没有偷看，好不好？求婚，所以这个应该没有歪吧？这个题目错了，题目错了，题目啊，求婚啊，这个感觉怪怪的。好了，给我给你过了，给你过了，我不给过。小亮十，你看这真简单吧？就。谁知道？谁知道啊？我怎么是蛋？像蛋啊！什么东西？啊！你画个蛋，你干嘛那个啦？我怕你不知道啊！壳壳，你要说壳出的蛋壳，以卵击石啊！以卵击石，难。哎呦，跟你的很那个很像哎、欸，
画得很棒啊。哦，哎，这个也太那个了吧，难，这也太那个了，超简陋，感觉好像有点太简陋了。好了好了，算你过，算你过，算你过。OK， 哎，不错不错。好，第二轮，第二轮啊，第二轮，第二轮，我这个还蛮简单，我想要挑哪一点的，不然这有点太简单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好了，我这个有点难哦，我想一下。挑了一个好像在虐待自己的题目哎，我也差不多。我在画什么东西？我在画什么东西啦？笑死！完了完了，这你们一定看不懂。这你们看得懂，我算你厉害了。好，我准备好了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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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画不完了，完蛋！这什么、欸？哎、欸，小亮，你这什么东西？这什么？不是，我看不懂这什么哎、欸。那个，你不能讲，你不能讲。好好的，好好的意会一下。啊，这什么？是这个吗？这个应该是吧，应该是吧。那个形状跟那个感觉，应该是这个没有错。玩到我的名件啦，来不及了，完了。这什么？嗯、这什么？啊、为什么要画两次一样的东西啦？画两次一样的东西，画两次一样的东西，不对吧？这个题库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要画这样子？不是，我觉得一定是中间出了什么差错，不太对，不太对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我现在凭印象画，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，应该是这样吧？哇，这时间好快哦！应该是这样吧？是这样子，我很尽力的去我描绘，完蛋，完蛋的，一样的东西啊，是什么？这又是什么东西？什么啦？啊！哎、欸，为什么又是一样东西？对啊，为什么这是一样东西？你们到底是怎样？我不管了，你们两个是不是？哦、你们两个是不是偷看对方？没有，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好了，来吧，好，来吧，来吧，老大秘密，秘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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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，维尼蜂蜜，还好我有猜到，还好我猜到，有有有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你奶奶的小亮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而且不能写这个字啦，对呀。哇！你怎么可以写那个字？穷这还可以猜错？猜错？还可以玩？太烂了！不是，这个是习德画的烂，这跟我没关系，好不好？是小亮画的烂，好不好？啊、习德猜的烂，小亮拉画的烂。哦，这个有点难哎、欸。完了完了完了！多屁呀、啊！我继续。跟段没有关系的啦。完全歪掉，真的完全歪掉，这什么东西啦？为什么会这样子啦？啊，锯子跟电锯啊，干嘛奇怪的？什么东西？电锯人，不是？我以为你在画漫画的电锯人，有没有？完了，这一 round 我觉得应该全部死透了。来了，熊，不一定啦，熊，熊。走死了！难怪，哦，原来走死，又不是画一样东西干嘛？你画两次哦，画两次还不止贴上哦，所以我才说他怎么又是一样的东西？你怎么可以画两次一样？也蛮厉害的呢。有了有了有了，我的心好了。
为你笑的你发寒，字还打错。好了，够了，算你够了，算你够。什么园？园园呢？花园吧。对啊，我记得我没有写到跟这个一样的题目。来，你这个哪里像花园？那个明明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那就像那人在射烟火，好不好？哪里像花园呢？这跟花园没有关系，哪里有花园会有喷那个烟火的？你太夸张了，最好是花园呐、啊，然后烟火一零一，101, 这还看得出来是烟火吗？你这个歪的太严重了，你看多精辟啊，你这炸邯郸吧？一零一烟火，所以这告诉我说习德话太烂，我要给你一个渣，是你的那个勇气，不是，这题目也太北七了，我要选这个题目，我是最没创意的，我要选最简单的，挑战一下极限。有点累，不是就去吧。我们叫什么东西、啊？什么东西？这三小，你一定乱画。我没有乱画，这个很棒，一个字一个字乱画。可是这个能力好难哦！怎么又这个？这什么啦？又重复的是不是？不是，这个题目绝对不是这样，我敢相信题目绝对不是这样。啊，我没有看过那个东西，我要怎么画啦？这是什么东西啦？这确定不是你们自创的题目啊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应该是这样吧？我记得是长这个样子啦。你猜得出来，我佩服你。不是，这太偷懒了，这太偷懒了。我严重看。好，我猜了，我猜了。我觉得我画的绝对没问题啊。我画的都蛮棒的。这题目怎么是重复了？好烦哦。来了，好大！挡什么东西啦？挡！你不会挡出来啊？靠腰啊！靠腰啊！不可以啊！这个要那个啦！不行啊！你不能这样！看你这样子啊！你太过分了！你太过分了！靠腰，没有答案，那答案要打码。这片是到时候答案帮我打码一下，又是你，太多了吧？这我要给过，我要给过，这是什么？油？哎呦，真的很油！你会被他的粉丝打死啊！哦呦，这三小肥狗！哦呦，哦呦，滑倒了，滑倒了！哎、欸，好厉害哦，很强哎、欸，好强哦！你在说，哎、欸，你会不会猜啦？就你在雷，小亮，你真的很雷，你心有雷了。就你在雷，我们大家心有灵犀一点通，就你在雷，完了完了。查嗯啊嗯啊，这什么？什么？这是喝茶啦！我懂，是不是这个茶、哦？还有被捡到一百块嘞！妈的！超爽的，超爽的，捡到一百块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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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很像，
想到这一题会过，是因为老大的那个剪刀一百块。这是北，哎、欸，怎么像哪样北啦？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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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乱乱源，大家知道谁是乱源啊？害我，害我画了一个难。真的，小亮就是乱源。我故意不弄那个，这不够啦， okay. 这不能够，这没过，不给过了。小亮在那边搓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大多第二名，只有一个人没有名次。不是我们排挤他，是真的他太雷了，太雷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屁嘞！你那个是没有。我知道有一个皇冠是因为老大那个什么减200块，对，而且我跟你讲哦，他的分数都是因为他中间帮我们乱画，所以我们全部毁掉。真的，大家有记得，大家注意哦，快笑死！对，他应该是最后一名啊。嗯，好啦好啦，OK， 那我们今天实况就到这边。如果你想要看更多你画我猜，或者说你想要出题让我们来互相猜的话呢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。然后到时候呢，我们会把这个题目有没有用工作坊的方式哦弄到里面，或者说你可以直接下面把那个东西弄成工作坊之后呢，哦，他可以直接弄完之后，然后我们去下载你的工作坊，那我们就可以用你的题目好、哦、来进行你画我猜。好，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，别忘记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外加小铃铛哦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先这样喽。那我是老皮，还有我们的习德皮弟跟小亮啊、哦，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